去到公园冇得玩，陈慧珊要阿女做功课。一家人去郊游就梗系想玩得开开心心啦，但结果竟然系阿妈要阿女喺公园度做功课。咁呢个阿妈睇怕都几虎妈下喎。讲紧边个咧？知唔系近年除咗拍女人俱乐部之外，就专心喺屋企相夫教子嘅陈慧珊啦。嗱，早前我娱乐 CIB 就喺数码港嘅公园见到佢同老公钟嘉豪以及女女钟律妍一家三口喺度玩。起初陈慧珊都任个女玩噶，仲帮佢带保护装备，以免阿女玩滑板车嗰时候会跌亲噃。不过玩咗唔系好耐，陈慧珊竟然拎啲功课出嚟俾阿女做，哇，仲有冇扫兴啲啊？难得在阿女又肯做、啊，咁生性，难怪虽然钟嘉豪申请破产，陈慧珊死悭死抵都要供阿女读国际学校啦。之后佢哋一家三口就去咗超市买嘢，女女仲依然咁好精力。明显头先玩得未够皮啦。